队友上次没修这东西。对呀、啊。啊，对，忘记打到 S。被音乐玩坏了。对，忘记打了。好了，先开台了。你开。开开。亏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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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啊！对，我要重新要那个 IP。哦，你有重关？我全部重关了。对。就拉面、啊嗯，拉面不是有？哎、欸，对啊，你们不是前几天有拉面？他记得那个、啊，他记得。我看他也都没有、就是直接那个 IP 就好了嘛。对、啊，就他记得，不用号码，不用号码。想说你不是有录那个？嗯，因为我现在看不到，我没办法直接看到了。哦。No。保无钱可以。保无。保无。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开始直播喽！开包，开包，开包，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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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落雁的超级留言，感谢。我们上次怎么在这里啊？包包在哪？我居然在墓园这边。哇、哦！你是关了之后跑去偷偷做事？而且等下我要把材质包拿掉。这边没有任何东西哦。拿掉。哎呦，这边没有东西、啊，这边没有东西哦。什么都没有哦。把材质包拿掉吗？啊、对对、啊，没拿掉你没有，你有没有拿掉？按那个啊，工具列就知道。哦，完了，我的也没拿掉。拿掉，没事没事没事。没拿掉会怎么样？你打开包包就会怎样了？你的包包你打开就知道你没拿掉。嗯，就你就会发现怎么有些地方都是空空的，你的包包不完整，就只是这样而已。你会发现斧头是红色的。啊、没事没事没事。哎、欸，这谁做的啊？真的是哦。好棒哦。他好像也没发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对，没有，游戏里面没有这东西啊。目前还没放吧？对不对？哦、对对对对。然后就显示图案左边的铁斧会变成红色啊。嗯。好啦。好开台喽！耶、yeah ！今天有人请假发钻石，耶、yeah ！没有，我没有请假，我要去放那个二十。然后不要给错了啊，啊，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动，不要动哦！回收钻石哦，好，好，哦，你好棒哦！然后给大家一个蜘蛛网。记得去放哦！好、yeah ， yeah。 好，今天的活动呢？偷跑，偷跑！我迫不及待。今天呢，大家就是要把自己的家里稍微装潢一下，毕竟我们这礼拜就圣诞节了嘛，对，稍微装潢一下。然后大家各自要准备一个戒符盒，到时候我发给大家。一个、一个戒符盒、里面装圣诞礼物，交换礼物吗？交礼物喽！当然，你们要放好或坏，当然是都 OK 啦，就是自己凭良心，就是嘿，想放什么就放什么。你要放一堆垃圾也没问题、OK 的。好，好，那就自由活动。有要写卡片呢、啊？ Yeah， 要写卡片吗？对、也可以，拿一张纸啊。买张纸写卡片，我要把它放在门口。感谢空宇的超级留言，感谢森姆的超级留言。啊，空宇，我已经想好我家要长怎样了，一片红就好。空宇加油！哦呦，打雷了！哦，要不要先睡个觉，让它变成白天啊？可是如果有人的任务是，先去看一下任务，对，任务是那个怎么办？那就等对耶，先去看，先去看任务。好远，好远啊！太配，我只有两种怪物哎。我是二五，对啊，三种。哦，你只有两种。对，我只有僵尸化朱古林跟赤足兽，我这两个。走，又是死了、你只有两个，你是神选之人。我少十块，你少十块，哭了。好了，不然小野就直接给你那个了，好不好？多给你十颗。哇耶、yeah ！神选之人，好不好？神选之人，好棒哦！太开心了。哇、你好棒，小雨，好棒哦！不，你不要死。我是夜妹，完了，我有夜妹，我的也有夜妹。你看，还好没睡。天亮了，天亮了。可是我看到我的每日任务啊，凋零骷髅十只，但是它目前进度零撇二，
零零不用理他，零不用理他。哦，不用理他。每种怪物的指数。哎呀，我这次也好麻烦哦，要凋零猎人神跟赤足，太麻烦了。哦，大家都有凋零是不是？我要凋零骷髅。要揪团了，要揪团了。要轮流凋零骷髅。嗯，揪团的凋零。有没有猎人神啊？上次不是有找到吗？上次是乱飞找到的吧？我记得。对啊。没有特别。那是看脸的。先放蜘蛛啊！哎呦，地狱好恐怖哦！不要跳，你不要跳！地狱怎么了？不要跳！没有，我开光影，地狱好恐怖。开了光影，开了光影差好多、哦。真的，地狱超暗的。这边蜘蛛剩快钻了吧？啊，对哦，我要去放，还没放，差一点。哎、欸，他是上礼拜请假是不是？没有啊，他上礼拜在吧？欸、没有，上礼拜在，只是他好像没有进去家里。对对，上礼拜我也不在吧？那你家我的门口，我的门口怎么堵成这样子？你就上礼拜就不在啊，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刚从台北回台南，对，哈哈。你那时候好像在赶东西。天哪，杜鱼啊，杜鱼是最难的哎。啊，对，这是最难的。正怪钟挖掉了吗？还是在挖了？要再去找，要找新的。没关系啊，现在一个世界有七个中介祭坛吧，我记得，嗯，还是十三个，忘记了，对啊，所以有人在地狱了吗？我在地狱了，啊，去地狱了，杜鱼，杜鱼你在哪？小鱼，对，我先准备一些珍珠，然后现在去找新的那个啊，中介者传送门，哦，你这样子就可以顺便那个啊，弄，地狱都是在下雪吧？地狱在下雪，地狱在下雪。它、啊、那个雪花是啥呀？那不是雪花吧？那不是吧？那是灵球，灵球啦，灵球啦，灵球啦，好不好？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跳下来，跳下来，宝贝儿。哎、欸，完蛋了，上次没有祭烈焰使者的位置。宝贝儿，你这说可惜。有人在家里吗？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要传小雨好了，哎、啊，卖个回家卷轴、欸，这明明就不是雪，这明明就红红的，你搞阿骗啊！可是我看是白白的呀、啊，刚刚你啊，你是有装什么吗？欸、火没有没装啊，火山灰、骨灰、骨灰、骨灰、什么骨灰？公傻、啊！那个骷髅灰啊，骷髅灰，骷髅灰。不是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在台湾国语吗？骷髅灰，你在看看有没有倒回摇啊？没有，就是、啊、他是讲那种玫瑰金有没有骷髅灰？骷髅灰，骷髅灰，对吧？湖水绿啊！休息了啦，拜拜。师傅，下来，我下来，下来。这个好像在招呼，他拖人家下水。对啊，下面好了。突然想到、欸、所以凡是你压制的这一坨的生怪区在哪？我其实那个时候都一直没找到、欸，就是刚刚那个我们走过来那边、啊，楼下、哦、是那里哦，你不要上去楼梯，全部都是按钮啊。哦，嗯，那是在楼下，没有是说边还会升，因为这边是压制掉的嘛。嗯，有一个升的，好像是、嗯、对，那是在哪里升？我还是我有印象，我有印象，来我讲一下、哦。你有印象那个先走回去按钮之前的楼梯，梯楼梯，啊，右边就有了，右边一个小路。哦，所以是从小路进去 ，OK。对啊，我踩到花了。我想问一下，现在彩券是坏掉吗？还是彩券坏掉？哦，没有，我就想说没有人赌吗？对，彩券他说没有人赌，然后箱子里面也没有钻石，想说是不是停更还是什么的，哎呀，去捡漏了。哦，只是先去找怪打而已。没有，我想说基本的也没有，基本的没有嘛？那因为上次被抽走了，还没补吧？哦，上面应该有重置吧？我上面是重置了啦。我想说你怎么都没有东西啊？那我直接给你，你帮我把它塞进去箱子啊。啊，不能私吞呢、欸！哎、欸，我问一下，私吞了，私吞下线。有没有人需要史莱姆的？没有，都没有哈。史莱姆，那你赶快飞我，这边有一批现成的，快点。现成的，收你一钻，收你一钻。很捞。啊什么？等下一钻给我。
那个什么，你那个什么吃泡麵，我不要，我要钱，你不要祝福，我不要祝福，我要钱，我不想要祝福，钱，我吃都有用，我吃吃泡面从来都没有调味料过，哇，你的泡面很健康耶，讲错，我吃泡面从来没有出现调味料过，那我改一下，外面买的泡面没有调味料，哈？干嘛？那应该有一部分的人都不会想吃吧。请给我一块钱，请给我钱，我缺那酷玩意儿。所以这边确定会生吗？我不知道哎、欸，看起来目前是没生。是这里吗？对，是这里，还是要再走过去？没有没有没有，这边我是在都在下面这边待着啦。哦，我想说，我这边有一个走到一半的楼梯。对啊，因为这边就是没压干净啊。这边都会生怪啊！史莱姆之神啊，赶快降下你的啊！好，那个，他降下那个，他降下那个，降下那个，那个，我们啊，像是他的子孙啊，他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之类的。什么鬼？哇，这赤足兽都在岩浆中间，要怎么打？接受哦，赤足兽不用理他，赤足兽是中立的，不是。没有，我是想要什么打？没有啦，他要打弓箭啊，直接弓箭射死就好了。射死他就好。你们弓箭是不是？你有远程吗？来来来来，一转一转，啊，一转一转，出租服务啊！哎，怪了，解方式，枪怪，枪怪，哎呦，枪怪，哎，枪怪，枪怪，你想再射下去吗？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我还想说你是抢怪是去打那个凋零货，想要补有了有了有了，奇怪了，有绿烟嘞、欸，谢谢，哎呦，吓死了你，啊还你，好，待不久，哎、欸、等一下啦，还没还完你，我以为跑走了，嗯，这里。哎、欸，你师傅都会给我钱哎、欸，你那个徒弟真的是有够、喔，有够，拖，可以正在找那个，在等史莱姆生出来。嗯，而且师傅比徒弟有钱，就是没有屁啦，我明明就穷死了，明明是徒弟最有钱，穷死了好吗？这个铁巨人跑下来是正常的吗？跑下来。跑下来，他突然间跑到我面前，哎，他这是正常的吗？你不要吓我、啊，掉出来还是怎样？你不要吓我、啊。他现在，你看，为什么？哈？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到的？我什么也没干啊！我就打打Sam，然后他就突然跑出来，然后跟我四眼相对。哦。你是不是把什么阻挡的东西挡？快去打！快去打！快打！你的Sam快点！你快打！我打Sam。不要跟我抢！你不要踢了我！你不要跟我抢！赶快打啦！应该结束了吧？超过十只啦！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来一块钱。我身上我有一块钱给你。我们要到处晃晃吗？对，你们先离开那边，再过去。我的小灰是被下面的赤足兽占。赤足兽不会占他攻击，因为赤足兽、哦、不会哦，是那个有方怪。哦。我还想找我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凋零骷髅。我们刚刚凋零骷髅，我们现在这边四个人在排队，还在排啊！还想感谢林奈的超级留言，感谢小小的超级留言，感谢林奈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真的排队？哎，你在排什么？我也要排。哎，这个人呐、啊，使用暴力啦！你还要问吗？警察。砍了！哎、欸、哎、欸，我问一下、喔、啊，那个嘞，一般的猪猪嘞，猪猪怎样？你要猪猪？哦，这个猪是故意要留在这里的，是不是啊？什么猪？他打猪布，那个猪布林啊？嗯，他被困在一个花里面，哦、因为那个凋零骷髅会想打猪布林，哈、啊哦，那么凶啊、哦？对啊。啊、然后就是利用这个机制，然后把它骗下去，弄下去啊、哦。对，啊，你不是讨厌密集恐惧症的案例，你怎么会爬上来？没有，我只是很好奇，说上面这个是不是要把它清掉啊？我是说那个猪，就怕 哦，没有，这是幼儿，那我下去了。嗯，你把它清掉，反正会把你清掉。不会，我教你怎么盖。好腻啊！那你在排队什么、啊？啊，凋零骷髅、啊！我们大家都在啊，刚不是前面就是在讲这个，
你是不是欠你是不是欠砍？你是不是欠砍？已经砍过了，我已经预先支付了。没有，因为你刚刚又问了一个白目问题。啊，不是啊，啊，我就想说，哎，不是要打凋零吗？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因为凋零没掉下来呀、啊，凋零还没生出来呀、啊，还在等啊。然后看到掉下来那一刹那。不是我跟你讲哦，你在这边附近怪太多，它还是不会生哦。真的吗？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要先去外面把附近怪物都打掉？对啊，有人在家吗？哦，这里可以，这里可以。然后他自己已经放弃死钻了，他自己打完了，还晚点再来。哦，他打完了，我打一只而已，要两只。哦，他过这么久才掉一只哦，我的天！刚刚掉一只啊，然后那只还绿烟。哇，很棒！啊，今天都疯狂抢别人怪，好可怕！把蜘蛛兽杀一杀吗？赤足兽不会啦，不会站那个啊。赤足兽不会站那个 啊, 啊，所以不用理他。不会站哦，对，然后除非你的任务有。这样之后要打赤足兽怎么办？他要灭绝了啦。对啊，我要这样子抬头看着等他们。永续生态好不好？你要出生了吗？哎、欸，等一下，骷髅几月生？赤足兽它可以为它生小孩。你说繁殖吗？对啊，不行啊。好像哎、欸，好，哎，可以吗？他有小赤足兽，我不知道。他有对啊，他有小赤足兽，我就想说，那如果不能喂的话，那小赤足兽怎么生的、啊？可是他吃啥、啊？他吃什么？是菌啊！广大的观众知道吗？对啊，广大的观众们，你们知道他吃什么？吃岩浆干嘛、啊？吃岩浆？那岩浆里面全部都是的好吗？那会分裂很快、欸。对啊，他生饱了，自己吸招水。哈啊！为什么自己倒水？啊，他不是在岩浆里面、啊？他们是说会绿蘑菇啦，哦、绿蘑菇、哦啊。我想说应该是绿蘑菇吧，因为绿蘑菇吸引他们，对、啊，可以当都用那个绿蘑菇钓竿钓。啊、哦，原来如此啊！所以这个骷髅是要不要下来？很大的骷髅要不要下来啊？我改天找你们来继续压制啊。嗯。可以压的效率越来越高，这样。对啊。完了，我们会不会最后这个等完之后呢，又只剩下一个小时可以布置家里、啊？我已经去外面逛了，谢谢。晚一点再回来。我们就站在这边等他生，有没有？我就等这两只。真的哎，一直等，一直等。哎呀，哎呀，哎呀！你弄的任务这么麻烦。到底是谁啊？哎、欸，你最近的任务好像还蛮多，都是要我们去地狱的、欸。我发现刚刚好，其实也一半一半。我连续两次都在地狱。我也是。对，我上次也是有吃主手。我下次再增加一些更多的量。嗯，量。等一下，量，你真棒，量。装了光影之后，觉得所有东西都好暗啊！你为什么觉得？我把光影关掉了，好暗哦！为什么装光影？没有，我想说玩你的地图，我都装光影，装奥丁，就一起开一下，一起装哦。没有，他本来现在装奥丁 fine 就会有光影了哦。对啊，哦，所以你们现在是奥丁 fine 的，对啊，对，那我可以开一下，对耶，就你大家都要开地狱超暗的。我做了好多魔法在擦地狱啊，好烂，太暗了，完全看不到东西。我觉得我走下一步就要掉到岩浆里面去。怎么听起来感觉有点恐怖啊？等一下，我装了另一个超亮的，我要瞎了。超亮，你就用小雨给的那个吧。这个，你们要也可以。不同 level 的。等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三只怎么掉下来了？哪三只？有三只猪步兽哎。啊，猪步兽是僵尸的猪吗？不是，不是啊，那算了，有看到僵尸的猪再告诉我。然后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在瞄准谁啊？这边有人吗？我在楼上、啊。你们有人有穿那个吗？我没穿，可是他没打我们打，他一直在看某个方向，你知道吗？我也在想，嗯，他凶谁？哎呦，啊，内格拉，白痴哦，内格拉，突然开始打你了，他开始打我嘞、欸，加派，凶巴巴，加派。加派，天后，和你啊！我今天可以吃汤圆呢。对啊，我今天都没吃到汤圆、啊。我也没吃，我今天没吃到汤圆。等一下我就直接冲出去买。
真的买得到吗？没吃汤圆就不会吃你醉啊！肚子不舒服，你还吃汤圆，你要死！哦，你那边没吃汤圆很难消化。对啊，它是糯米。注意，有四只要下去了，四只要下去喽！我来，我来了。打得快，记得打。左边那个通道，左边那个通道。哎，你刚刚不在这里等，你不能打。我去上面，我去上面等，好不好？哎，等下猪不收，不要再抢怪啦！走。没了，他刚刚打死一只，傻眼。我没了，我要走，机会没了，完了，真是清掉，八八六被打击性侵了。哎，好，那是要烈焰使者，烈焰使者，好天哪，烈焰使者就要再出去找了，真的要再出去找嘞，好难找，哪里生出来的？疯掉了，哎，说到刚刚说到吃汤圆，我突然想到以前我小时候很爱吃汤圆，然后那时候我家人就跟我说，你不要吃那么多汤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吃一百颗的话，你就100岁，你很快就会挂掉。我说真的吗？然后我就不敢吃了。你吃一颗等于一岁啊？不是啊，某种方面来说也是对啊。如果真的直接吃你吃50颗就死了。是。哎呀，真的是。对对呀。怎样？会死吗？是，那是怎样？观众提醒了我一件事情，我刚刚打完一只 boss， 然后我又掉了一把特殊的钻石剑。哦，不是，他还没鉴定，他还没鉴定，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效果。你要卖，所以现在有特殊的，你要卖未鉴定的是不是？对，有特殊的。哦，对，你要卖是不是？没有，打到一把，没有这东西，没有这东西。你知道我跟上次完全脱节，我完全不知道练功杀回。对哦，你没有杰克。对，你有在家里吗？我现在没有，我在地狱啊。你有空等一下就可以去我家里，然后看一下我武器的那个箱子，有一把很特殊的钻石剑，那么玉髓剑，它现在是玉髓剑啊。哎，你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要吃罪很长。注意，又有一批新的下去喽！又一批新的了，又一批新的了，一批一批的。你要砍掉吗？耶！ Yeah, 我结束了，谢谢，拜拜。大家都结束了，大家都结束了，我都结束了。我还没结束，我也还没结束啊！我在等你们，哦、天哪！你们先。宝贝儿下来，来酱油的怀抱。酱油，你先离开那边。宝贝儿，酱油，你先离开那边。好，我离开了。你离开到哪里？我这边帮你等吗？还是？不，要这么远，要距离20格外。这吗？那我再远一点，不要靠太近。我根本看不到你在哪里，你要去哪里？我在玻璃后面暗中观察，他们玻璃后面，你是说玻璃？你那个平台不够，你要离远一点。真的吗？那我再离远一点。有，对不起啊！干嘛？恰北北，恰北北，恰北北。哎，你那么凶，以后怎么交男朋友啊？我这里有猎神跟凋零，谁要来？叫你去吧，叫你去吧。我要那个啊，烈焰，这叫什么？烈焰神啊，烈焰神，好，这里 TPO 啊啊，嗨，剑神声音，楼上哭，这是新的吗？新的，野外的。哦，好多哦，这里两个生化站在一起的，对啊，两个一起很赞。哦，好，你们位置记一下，没走，要不要看想能不能想办法把路给接回去之类的？这感觉有必要哎，负548，为什么之前的没有留啊？好好奇，没有，因为之前那时候，哎呀，平常不会打到那么多烈焰神哦，就是你要烈焰神也只是要做那个酿造台而已，对，酱油，这里没人要哦，你打，应该没了啦，应该打，这就了。我看完了，还有谁要砍那个啊？那个幽灵骷，凋零骷，幽灵骷髅，是幽灵骷髅吗？是接工章，你老实说，还有谁要砍幽灵骷髅？哦 ，KP 男，男 ，KP 男，男呢？赶紧的 ，KP 男，不用 KP 了，我走了。白痴，我就说这一批是哦，啊，没事，哎。对，我跟酱油一直在鸡同鸭讲，我傻眼。啊？什么？我刚以为你背过去了。我没有啊。通道错了，这是回头了。
这没错啊。你走好快 哦, 哦，我要走快一点。走啊。好，有谁在家？请问有人在路上？在路上。我操！好的。熊靠僵尸猪，快到了，快到了，可以 TP 了。耶、yeah, ！我刚刚看起来有花枝，花枝耶、欸！啊，这位是饿了吧？打完了。所以你们猎焰神，好啊，我打完了，一次来试试。那个嘞，你们还有人要打吗？没有，没有，我要打奎特。加油，记得 TP 要收钱哦。不是念咒语吗？没有，你也没念啊。噼里啪啦碰，没有用，来不及了，太晚了。噼里啪啦，耶！哈利路亚，你是高兄，你是高兄，你是高兄，哇，太久远了吧？就什么？好怀念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没有，就哈，不然就是你没刷牙之类的啊！你没刷牙，我才听过啊！另外一个那是什么鬼？你是蚂蚁，蚂蚁是蚂蚁，蚂蚁，你是高兄，哦，高兄，哦 ，OK， 哇，我很年轻的，天啊！嗯，你这个音符太可怕了，战神哈记。完了，酱油太老了，对，老了，老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哎，你知道，你知道大陆的酱油叫什么对不对？叫什么？不是生抽跟老抽吗？哦，颜色不一样的。对。Hey, 然后你就是老抽，老抽，老了时间放比较久了，怎么看起来像老抽啊？我以为你要说因为太老了，所以变酱油膏之类的，跟浓稠，浓醇香，那你就是臭臭你。哎、欸，我的。铁门打开了，要抓鬼！你的铁门打开了，没有啦，我家狗在撞门。在开铁门啊？不是，在开铁门是？对啊，为什么你家狗变成撞那个铁门的感觉？没有啦，它撞那个玻璃门。哦，就被撞破。那很奇怪，它就很喜欢玩，然后玩撞到以后，你要想呼呼它，它就以为它要跟它还要跟你玩，因为它要跟它玩，它又会再撞一次。难怪是阿呆，嗯。我就说取这个名字没有侮辱他、啊欸，所以你要让他聪明一点，不能再叫他阿呆。阿聪，阿聪，阿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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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强强强强，第二只叫阿明。哎、欸，不然阿明是我舅舅啊，他们刚好叫阿聪明。阿聪明，你确定你舅舅想要跟他一起对啊组组合吗？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你月在家吗？我们都在家，啊、我们都在家。我不在家，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是说我们的楼下那个生怪区有要启用吗？啊，火把都没打掉，你有要启用吗？哦，其实还没弄完呢，我其实还要装饰一下。哦、其实你们要打掉可以打掉啊，因为现在已经铺完了吧？我记得。嗯。嗯，对啊，现在已经铺完了，就是主要地基铺完了，铺完了，所以你想要在下面升怪，你们就打掉吧。好，只是之后我装饰会比较痛苦一点就是了，就不要全打掉、啊。没关系，你们用啊，没关系啊，没关系。我只是比较痛苦，真的没有。对啊，我不会痛苦一点而已啦。没关系，你们帮我制造一点痛苦一点而已。嘿嘿嘿嘿。潜意识是什么吗？其实就是，哎，你们打掉虽然很方便，但是我会变得很痛苦。你们真的要打掉吗？你们真的就没有打掉吗？打掉，所以是真的没有关系。是可以打掉吗？对啊，是真的没关系啊。你刚刚抢怪我都没关系了啦，对。没关系啊，我真的没有生气啊。我开始乱砍花了啦，等一下。我真的没有生气啦，没关系，没有啊，没关系，你用也没关系，你方便就好了，没关系，你方便就好了，有狗会很痛苦啦。如果说我的痛苦能让你快乐啊，你就用吧，没事，没事的。哎，酱油，你很会讲这种话哎、欸，我的天啊！哎，不知道，我常常听那个什么，听那时候一个同学常常讲这种话，就是我们要报告，然后我们要报告的时候。然后因为有些人会把资料整理完给他嘛，然后他是组长，所以跟他说，我们整理完给你吗？然后他就会说，可以啊，你们可以给我啊，那我传咯。他说没问题啊，你传给我以后会让我再多花半小时要帮你们整理，不过如果你们觉得 OK 就好了啦。好讨厌。然后会不会这样子传了？你真的传了哦？这样子吗？那就真的传了哦。
对，他在后面说，哦，你传了，好了，那我接收一下啦，那我等下就要花我人生中半个小时来帮你做这个东西咯。好讨厌，很讨厌，笑死。还在回他，哈，才半小时哦。我也要一小时呢，看他不够啊，那我再多传几个。我再多传几个，你说半小时吗？那我还有三个备份，刚好两个小时。你说你那把剑是放在哪里啊？它在我箱子，我的武器箱，它在进去以后最左边的角落。左边的角落有一个武器专用的箱子。哦，我看到剑了。哎，有一个，这是杀毁，尺寸非常的长。对，24 68 24 68 10 12，哇哦，十二个已鉴定完成了。然后你仔细看一下他的附魔，嘿，对，他的附魔。欸，之前进从进鉴定不会出这种状况啊？为什么？我不知道，那一把就会这样。哪一次改完？他可能是因为钻石变成玉髓再去鉴定的关系，有可能。还是说他是特殊物种？特殊物种？为什么是物种？物种是怎样？他才会出来讲话吗？你是我选中的人，我是一把神奇的时钟剑之类的。哈，你们游戏又不一样啊！终于找到你了，杜鱼。钓鱼。淡妆版哦，总觉得繁星的羊毛厂会一大堆人去拿。没有哎，没人要跟我要。好，那我要不要花？那要不要花个一钻给你们无限享用？感觉就是那会那边会很热门，很热。来啊，那就一钻放一钻交出来嘛，无限畅饮。无限畅饮。放一个箱子，我等下去的时候放。请问这个会员是终身的吗？当然不是啊，只限今天、啊、今日今日今日而已啊。今日大优惠，一钻羊毛吃到饱。走，我要补回家。JTP， 我现在都看那个光柱回家，快找不到。光速回家。光柱在哪？这是墓园。哦，有有。这是你的坟墓。啊、没有，旁边才是我的坟墓。我是你的噩梦。我是你的噩梦。哎、欸，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海，那叫什么？海龟晶体吗？旁边这边这棵相思木是谁的、啊？那种很久了。那不知道，那不是几百年前种下去。不知道是你知道那个是我一来轻松生存，好像第二次就有的东西耶，很早以前就有了。所以那个没关，那个弄掉没关系哈，没差吧？那不知道把它拔除，有人会哀嚎再再种回去嘛？嗯，对啊。反正如果真的有人很在意那棵树，他就再把它种回去。对啊，也是哈，歪的话、就是、它长得不一样。哎，那是。那你要不要拍照？它是有点歪啦，把它砍掉。Hello? 歪的就把它砍掉啊！ Hello? 我不能接受歪的。那不，这旁边的熔炉跟那个箱子是谁的、啊？那个也放很久了，那都很久了。箱子也就是垃圾。好，都删除，重新召唤。我刚刚遇到的是什么？622。你现在好好好远哦，谁在622啊？超远呢、欸。啊，谁在2000那边啊？哦，应该是我吧，因为我在新的，我要过去玩新的中介城，我要找他的门。哎，好、哦，我放在外面、哦，因为他要弄那个把杜宇的那个、杜宇的、啊、哦，真怪。酱油，你先干嘛？我也放了一砖，哦，不是一砖，一砖，谢谢，好啊，我也要砖，好玩好玩，我也要砖。酱油，你长得好漂亮哦，哇！老师，我是可恶哦，你很可恶，你很可恶，很可恶，可恶，你好可恶哦。诶，找不到诶、欸。诶、欸，不对啊，我家地板板就是绿色的。你要飞个3000格再用会比较好。先去清理一下我的垃圾在哪。反正说什么3000格，往那个啊，往就是00嘛，你往外飞个3000格。哦，嗯，通常下一个。都会在3000格。我已经在那个位置，只是我找不到他的门在哪里。哦，你好猛哦，好猛哦，棒哦，好棒哦，好棒哦。有要打精英屋吗？哦、精英屋，哦，女巫的巫吗？巫。Okay. 他还蛮容易掉武器的哦。哎哦，我上一次打了一只，这次又打了一只，都是女巫哦。
哎呀，敲五棒，他是不是根本选错职业啊？女巫总会掉钱。对啊，看我老妹过来呗，我会敲起来呢。啊，你进来啦，拜托啦，拜托啦。原来刚刚的是呼救啊，我以为是你要，我以为是招募讯息，原来是。等一下，有谁在家？有谁在家？我在家，我们都在家。飞信。雕雕飞信是什么鬼啊？飞信走他投毒，我被投毒了，我被投毒了，我要回去，我要回家了。好毒，好毒！你知道影月上礼拜体验到酱油多雷的事情吗？啊，不是，从此都不想跟他组队。对，为什么？为什么了？哦，没有啦，就你那个啊，不是打 boss 还是什么？你还讲说啊，打不到。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的吗？好难打，有印象，好难打哦，然后把它挖开。挖开就害我们集体中毒还是什么东西被打到之类的，你那个反应真的很真诚。哎、欸，我想要回去那个补血，有人在。哎呀，话题之术，转话题之术，这是转话题之术哎，是剑吗？我没有看到剑哎、欸，我刚看到蓝蓝的东西。你看一下身上有没有钻石剑或是其他的装备之类的吧。No。我这里没有，只有我刚刚打的那一把。我也没有，没有。我才刚回来。那就可能没有吧，还是在酱油身上。我才刚回来哎、欸。你身上有没有奇怪的钻石剑？没有啊，玉水剑。我才刚走过来而已啊。我刚刚是跑飞远，快死了。啊，不行，我不相信你这样。你不相信我？哎，哇，不可信吗？第一个。哎呀。我吸掉吗？哦，对，我吸掉。A 豆，请问有人在家吗 ？Thank you。我把你砍死好不好？不可以哦。为什么？打没打哟？不行。我来打架。打没打哟？打没打哟？我去罚你打一下。打没哟？打没哟？打没哟？我觉得那边很危险，你一直这么想。我没有，我也觉得那边很危险。没有很危险啊，你们不要乱动就没事，真的。走下去啊！我觉得杰克安全，我帮你走下去。杰克，你那边安全吗？我现在安全了。好，啊，酱油自己掉下去了。哇，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我本来也想这样搞的哎。没有啦，这个是这个要留着啦。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做树对不对？你要对，我要做树啦。啊！你要树接树嘛？我需要叶妹，我需要叶妹。好，过来，叶妹，大家抢叶妹了，快点，快把他弄死，不好。感谢老G超级留言，感谢墨雪超级留言。哦、对，我要打鬼怕。耶！哇，好像放过。射中一只。该变地后。但是他没事。哎，是哦，我为什么要叠那么高？我完蛋了！你今天弄得完吗？哎呦，啊，完蛋了！没有，你只要在上面放一颗星星就好了。他是裸的。太高了啦！让他下来。啊，我已经下来了，我已经下来了。现在不知道谁在上面了。太高啦！该不会是我们的调皮小精灵吧？哎，调皮小精灵，对啊，酱油。今天调皮小精灵不是你吗？啊不，被打死一只。谁、欸？哎呀，谁？他记啊，他记不是你吗？你说穿绿色的吗？那个不是坎普斯还叫什么的吗？哦不，好多只，好多只，好多只，下来！啊！啊！哎哎哎！我长得像叶妹吗？好有翅膀啊，蛮像的。救我！叶妹航空。嗨，德哥。嗨，德哥。嗨，德哥。唱片掉了。耶！又有一个唱片。哪里？繁星，你在哪里？嗯，抓怪场附近一大堆。你不觉得现在这些猫有点碍事了吗？哦，不行！不要对那些猫猫说坏话。你看这些猫猫是无辜的，猫猫是无辜的。耶，我缺一只。我忘记你在打，差点抢掉。缺一只。有啊，刷怪虫那边，刚刚酱油在那边，看一下、嗯、啊，还有酱油那边，酱油头上还有鸟。
啊，喵！好哟，感谢娜娜的超级留言。放开那只鸟！啊，对了，你们家里有没有杉木啊？杉木的树叶，我刚刚才去砍一波哎、欸，想要树叶，你还要吗？我等下出门去挖。没有了。好，我要树叶，你自己做抽用哦。对啊，我这个太大根了，你知道吗？你不要直接劈下来，你这根整个烧光，跟你讲。可是，可是啊，不知道那么多。你知道，通常死的木会死掉，是被雷劈到死掉的。对啊，大多都是这样，没错。耶、yeah, ，十字页没完成。可是你知道，到目前为止，我盖那么多木质建筑，还没有真的碰到被雷劈的事件过。哎、欸，你是没有看到 MMO 的那个吗？你是没看到出应该是说我自己的建物还没被劈过啦。哇，我这样讲出来，感觉之后就会发生。劈死他好一些。什么时候会有雷雨天？我让他劈看看。Yeah! 什么时候那个树屋会变？不行，你们不能这样。最开始像那个。你说没有被劈过吗？我让你尝鲜一下。我不想要尝这鲜。好了，太鲜了吧？太鲜了吧？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恐怖了吧？太恐怖了！太恐怖，其实是那个滑步的那个吗？哎呀！哇，树叶慢慢收集，成没了。你可以用哦，这一根真的很粗呢。对啊，都抽用哎嘞。你知道有没有想要二乘二就？后来发现不对，如果上面要放星星的话，二乘二这样会不对称。想去里面九乘九。你知道以后这样就是看这棵树回家了。真的有啊，就是那个团团那一根呢、啊、最好认了。哦，很大根的那个，轻松神助那个啊，吓都吓死了。哦，好想拿头颅哦。对，我要买彩票哭啊。哎、欸、没有人要打夜妹了吗？想问一下。没了吧。哎、欸，那边还有吗？还有啊，好多、哦，我不想要打他。我来了，我来了，这是什么啊？我看下暴雨，怎么了？繁星，你看看这把剑，你打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让我觉得很微妙。什么东西？你为什么在开车啊？这把剑的名字叫做。什么？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真的，真的，来，大声念出来！杰克，大声念出来！行啊，我要看他的附魔属性，念出来！哈啦，他的附魔属性，念出来！操！要用念的，你刚刚讲错话了！你不是这样念，不是这样念的。这个话，对！来，什么？你要放箱子里呀、啊？你放箱子，后面有箱子，后面有箱子。他的附魔属性啊！哦、喔，所以会怎样啊？我不知道啊，我刚进入啊。你砍一下哈基啊！没有用啊！砍我！应该是要砍怪吧？啊，没有用。哎、欸，有一两好多，等一下。我上。哦，来吸、欸。你把怪吸过来了。哎、欸、有哎、欸、哎、欸、有哎、欸、有哎、欸，他怎样？他怎样？吸怪吸怪吧。他把怪吸过来了。吸呀、啊！吸吸。来，超多怪！哎、欸，吸起来，我还有吸起来，有吸起来，哎，有那个特效哦。快吸，快吸！我想再看。这是雨月刚刚打到的。对，这是刚，这是上一只女巫掉的。哦。这女巫根本是军火商人嘛，怎么都掉军火东西啊？哎、欸，我刚刚挖树的地方在哪？感谢雅雅超级留言，阿紫要咬我。还要装饰哦，要装饰什么啊？突然不知道装饰什么，你就所以我就说繁星那个的羊毛一定会大卖啊，一定一堆人去拿。对啊，你来拿、啊，我刚刚就是在整理那个羊毛地毯，想说这样比较鲜明。嗯，让你看到东西在哪里。我会不会等一下最后树弄完要去拿，要去找羊毛来装饰的时候，全都没了？不会啦，不然我羊毛机在启动啊，是这样而已、啊。突然想到我还要去跟繁星买羊毛。啊，你不是刚说丢一钻了？哦，丢一钻了，一钻，他一钻就无限畅饮啊！身上太满了，然后自己去拿、啊，反正你就假
夹到爸嘛，对不对？吃到饱，吃到饱，爸爸，吃到饱哎、欸！我的启动羊毛，吃到饱羊毛，吃到饱羊毛，哇、哦，好开心哦！下面还有提醒我们这个是什么颜色？我刚刚在弄这个啊，啊，钻石要放哪里啊？哎，你们放哪里啊？放牛旁边的那个箱啊，那个酱油嘞？放那个羊毛箱，酱油是哪里？哦，这里啦。原来的其中的羊毛箱在里面。你找找看，他在哪裡。你找找看，找找看。我想到白色找到不足了。等下，我还有粉红色。你要粉红色去装饰小雨家。好。那个圣诞节过了之后呢？那个自由破坏啊啊。啊，那拜托你们不要破坏我那一大根好不好？那一根，那一根肯定会破坏、啊。不会不会，那是酱油的路标，我们不会，我们不会去。啊，酱油你要破坏那一根哦，那你可能下一次就看不到你家的屋子了耶。我那个你要说下一次就看不到酱油了？没有，因为你知道吗？我好那个建材有点缺啊，你的那个家里的屋子的材质好像都是我要的，怎么办？差不多哦。喂喂喂，酱油。你是不是猜到的范围说啊？奇怪，怎么发现了五组钻石砖呀、啊？哇！酱油就是因为差不多才需要那个建材啊。对啊，對啊你知道吗？因为差不多才要。对啊，这是来寻宝的吧？哇，好多东西哦！哇，你那五组钻石砖我还没有，真没想到要去拿哎、欸欸。那现在好像可以去拿一下了，去拿一下、啊。那啥不行，这是不行的。One Piece 是真的。你想想啊，我现在只差一箱有几个啊？你差还远的哦，还远哦，很远哦。我只要抽到三乘九的那个钻石砖就可以给你了。我的天哪、啊！你其实可以提前领出来了啦。对啊，因为你知道吗？货币越储会越亏钱。对啊，你要做投资。我只差三乘九节目。三乘九节目是什么鬼？要投资才不会亏。哎、欸，这个钱里面有那个金。你是要转移话题？啊，你真的好会哦！你会转话题？这个钱里面有金块啦。好。好好你就不要做投资，你就不要做投资，以后就不要做投资。都买，都买，都买。我转移话题了，都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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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我要打跳跳。你要打跳跳？跳跳，到底啊？哎，等一下，农田会不会干掉啊？它吸水。哇，会会会啊，会干掉。然后他一直在破坏你的农田，完了，你的农田要爆炸！哇哦，哎 ，PC 是爆了，嗯，没有吧？没有啊，没有、啊。我听还好，单人爆，哇、哦、哇，他把 DC 炸爆了，坏坏，他把 DC 炸爆了，阿农，嗯，阿农，阿农，你是阿农。DC 现在也在越来越敛财了吗、嗯？真的，哭啊！我刚你不付钱，我就给你扎品质哦哦、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箱子啊？啊，没有就来打这边的哦。没有，随身不带中继箱啊？啊，满的啊！你要不要看？哇，生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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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看我中介箱？进去，你要不要看我？你要不要看我中介箱？哎，法院，我帮你，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可以，好，这样子啊 ，OK， 那你可以用了，可以用了。来，啊，瞬间和解嘞，好快哦！可恶，对啊，哎，和解太快啊！法庭干嘛的？那你什么时候跟我法庭见啊，酱油？还有一组啊，等一下啊。等，我还没拿，我在帮忙。我应该好像多给了，没啥了。我这边还有一些啦，哦，没事没事。哎、欸，这刚刚回来，几个人？来了，四个，还有我。好，这边还有九个，因为我刚刚在问观众。我刚刚没有问，我就直接发了，随便了。杰克居然生气气。没有，等等，你那个剑斧还要吗？哦，你其实可以拿走了啦。我刚拿走啊，里面全部都是那个沈长野。对，因为还没那个用你那个时候采的有点多啊。那都是隐约的。哦，那都隐约的哦。嗯，哇、哦，所以你是个搬运工的存在。对。啊。
我要继续去羊毛吃到饱。战斗环节啊，就酱油不敢跟我打啊！我是不是有那么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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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打架！听我啦，你说什么啦？攻上了啦！他说他就是那么胆小的人，没有错。我输了。我要帮你练胆，你过来。没有了，我觉得胆子这种东西是不一定需要的东西。没有，我跟你说，人就是要有勇气才能够。我觉得我已经勇敢了，我敢玩恐怖游戏。啊，真的吗？那个我你那个之后啊，那个收了，收了，收了，死啦。糟了，想要送那个什么 Outer Lesser 2给你玩啦，我想看。哦，这样可以哦。我输了，大输啦，大输啦。哎，虽然吃到饱，还是你要层层恐惧呀。想要做起那个，想要有勇气的话，还需要这个爱跟那个希望才能变身，所以没有勇气。所以你没爱跟那个、哦、勇那个希望、哦、我爱、勇气、希望都没有，那是魔法少女。我什么都没有啦，我是死啦，我不玩。笑死。可是你那种 RPG 你就敢玩啊？啊，为什么这个？可是 RPG 不会冒出太可怕的东西啊。它不会冒出很可怕的东西啊。它也是有啊。超级的吧？可是我一般看到那种 RPG， 它几乎都是这样，啪嘣，哈哈哈哈哈。哦，那你玩到的比较对啊，没有那么看过超可怕的哎。玩过最可怕的就是他们自己手动画，然后画出那种很可怕的图这样。对啊。其实也是有恐怖的，我就想说，嗯，你居然还是会喜欢看，还是喜欢玩？有啦，只是所以我那个、啊、全程眼罩，全程眼罩是怎样？玩完以后，人家问我玩了什么，就是看恐怖游戏。他的大纲呢，我讲给你听。他有什么恐怖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什么都没看到了。哦，不重要。我要把我家弄个红台，这个猫很挡路哎。你是想杀了他？酱油，你可以去玩心跳文学部啊！Doki Doki， 没有哎，他那个是和乐写诗游戏耶。对啊，很棒，那个很棒。血是那个血姬的血吗？没有没有，真的是真的是写诗 OK 的游戏。嗯，它不恐怖，它真的是没有很恐怖。欸，身为实况族，你怎么可以不玩那款游戏？对啊，我就不是实况族了。你是啦，你要隐退了是不是？啊，那个为什么隐退呢？哦，因为那个恐怖游戏实在是太可怕了。不是恐怖游戏哦，恐怖游戏是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不适合我，我还是回去，啊、还是回去做隐居老人。刚讲那是恋爱养成，好不好、啊？你不用怕啦。真的吗？你要把它变成第一人称射击也是可以的。哎、欸，对，你射谁？成哥。哎、欸，你们知道那个就是做成哥的那个啊，那个制作公司，他们推了一个 VTuber 出来吗？哦，居然。啊、他不是推女主角吗？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超恐怖的。很恐怖。为什么？很恐怖啊。成哥。就是。你知道成哥是谁吗？你们知道那部动画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哎、欸，那部叫啥、啊？突然忘了。我记得什么？我只记得内容，可是我不太记得那部叫什么。嘿、hey。可是反正就是，哦，那个什么？爱在校园哦。日在校园。爱在校园，爱在校园，爱在西元前。哦，那部我就没看过了。对，那部有点久了。可是因为那部就 是那部你看过也是就对啦。对，他就是反正里面很重点的是那个后来男主角的头被砍下来。啊！然后他们就出了那个 VTuber， 然后是那个把人家头砍下来的那个女主角。哦。好恐怖！啊，他有拿着头吗？然后他把他头带出去了。哦，我的天！带着走吗？对啊，他后来好像什么，反正去坐游轮，然后就抱着那个男主角的头。好恐怖！哦，妈呀！不会啊，男主角就是手带渣男。哦，不要男那个谁，那个谁也是抱着头不是吗？那个第一，我们的初代舅舅。
哇，这是有谁会知道？感觉这个应该很少人会知道，因为都没在看。好久咯，这是很久以前欸，我们真的是补老番补到爆炸。啊，我们 最近又在重看《进击巨人》。对，我们最近在重看《进击巨人》。对，因为没有，因为他那个在隔太久了，有一些都忘记了，忘记了，对吧？哎，怎么办？对于装饰，我现在只知道把我地板全部都染成血。不是血啦，染成血，血腥圣诞节啊！全部放上红色的，对我来说就是装饰了。哈。你可以加一点绿色，有绿色啊，黄色啊，对不对？啊，你想不到，你也可以把某些人偶盖出来啊，像红色骨头啊。对呀、啊。阿呆、啊。还有圣诞节啊，啊老啊很应急呢、欸，对不对？那我用羊毛盖个圣诞树。还有麋鹿啊，你要用羊毛盖圣诞树，那我可能要跟你多收费了。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我最近都被那个被洗脑，外面都在放这个啊，不是，是第一个。哦，帕多鲁，帕多鲁。嗯，那个好像不会念，我以为是三缺一耶。三缺一，对啊，我以为你在讲三缺一被洗脑哎。帕多鲁，帕多鲁。我觉得啊，你们没有被洗版哦。我有被洗啊。我应该是说我可能没在看啦，所以就真的还好，没什么，对吧？就算脸书看到，我就直接划掉。我可能看到哈德鲁斯他们在说有人要被解开封印了。解开封印了。雕刻的南瓜是用什么啊？剪刀。剪刀啊。哇，我好久没用这东西了。剪刀吗？剪刀，也没有生哦，也没有生哦。还有人缺叶妹吗？想要，我想去睡觉，他们好吵。那我们去睡觉咯，好吧。可是他有唱片呢。啊，那个还没改掉，忘记了。哎、欸，对，还是那个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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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睡觉。太刷了。我在外面。晚安。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画面，哇！尚未睡觉，尹月跟小雨。你怎么看得出来？哦，因为看到其他人在洗，是不是？哎、欸，我不能睡，我旁边有怪物。哎呦！我旁边怎么有怪物啊？你不是友善生物吗？谁？没有，我在跟我家的那个赤足兽讲话。啊，他不是哦，他是啊，是附近不知道他们还有鬼哦，因为之前有躺过。说的是那个死过人哦。嗯，这睡觉改一下。啊，我要去找。然后我们的甘蔗鸡啊，又多一只苦力怕了。对啊。又再多一只哦，已经命名好了呢。上一半还没来啦，对，上一半还没来。哒，我们命名好了，他也有名字了，你知道吗？他叫小丽，所以现在有小苦小丽嘛，所以现在是有一只就叫小帕，小帕，对，差一只小帕。我要看一下希特酱在盖什么，他盖了一个这个看起来好像绿色蘑菇还是什么的，他干嘛说那是圣诞树？好像是圣诞树哎，完蛋！你怎么说它是蘑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是啊，你的树根怎么是用橘色羊毛？没有木头啊！你是没开麦啊，酱油？他没开麦，他怎么关掉了、欸？哈？什么东西？他可能在感谢岛内。啾啾啾啾！哦，你也可以，你可以用鹰架当树干啊，对不对？鹰架当树干，啾啾啾。哦，被打一下就对对对，哎、欸，多打他两下，他就会开麦了。对，砍木头插件。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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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啊！噔噔噔噔噔噔。听公杯，听公杯，听公杯杯重杀。哎呀，灰。什么东西？
哎呦，雪人不会残雪哦，因为防爆啊，防爆。嗯，虽然不知道魔法金属的会，哎、欸，对耶，魔法金属也防爆，设定神秘秘密，好吧，小雪人就这在这吧。刚哥，你家也有一只吗？我家也有一只。刚哥圣诞钻石没有啦，我直接把它放在一个跑酷区那边。哦，还有融化了吗？哎呦，哎呀，你怎么就把它放在这边的嘞？我想说让它在那边残血啊，真的很可怜，可怜啊，可怜啊，你就一辈子在这里吧。汪汪，可怜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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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对耶，酱油精灵在17耶，我也多一个，没有啊，他现在问题，不不不，哦，为什么？没有在掉下去了，测试，你怎么掉下去了？我经常有掉下去，我听到惨叫声是不是啊？我从圣诞树摔下来了，精华了，刚刚可以精华了，这给你，帮剪帮剪，来树叶，上面，咦，你不是要吗？哦耶，碎啦！哦耶，不要啊，是怎样？很赞！哎呦，怎么会有骨头啊？走开！故意的啦！又下雨，都在对称哦，哪这么多雨啊？这里？对呀、啊，这里是台北哦，是台北，对啊，我在想是台北呢。哦，真是这么屌呢！一直下，一直下，真的哎，一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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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不停落下来。啊，我怎么都不开？你尽管我起，尽管开。老哥接龙。对啊。接他吗？我开始想老哥有没有？哎、欸，不是，我之前真的唱歌就开唱歌台，然后真的发现没人听懂啊。就现在已经很多人不知道，我真的很难过。真的，很多都是喜欢别的吧。感觉上，你唱的不是抖音的歌，唱心灵姐姐的歌竟然有人不知道，我太难过了。说心灵姐姐什么的歌？就是王心凌的歌啊。哦，等下唐唐就说啊，王心凌是谁啊？没有啦，我知道啦。他说抖音吗？我栽啦，我栽啦。哎呦，啊，就是那个嘛，那个偶像剧出现的嘛。哎、欸，他好像真的有演戏哦。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当然有。有你不知道？他以前演超多。不知道的其实是你。不知道是你。他有唱歌吗？他微笑 pasta 嘛，对不对？对啊、他演多部哎、欸。还有西街少年呢、啊。杨丞琳哦。嗯，没有。是杨丞琳是演别的啦。杨丞琳跟王心凌不同。杨丞琳是还拍点心呢、啊。还有另一个我忘记叫什么了。那陆剧制作人是谁？啊，估计也是林依晨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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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爆了！阿北出事啦！阿北出事啦！出事啦！阿北！笑！哎呦！救命！完了怎么办？你完了，真出事！你不是依晨的粉吗？哇，我的 DC 坏掉了！是啊。医生会很难过。对啊，他结婚了就不是粉了。哦，太现实了。海总听到关键字回来了，是那种会结婚之后呢，就不会当粉丝的那种啊。哇，如果对方的话，哇，好黑哦。嗯，就是好黑哦，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热衷了。你说、哦、真的去啊？哦，这样讲起来，我好像想起来之前在说什么那个阿福是浩浩的女朋友，然后他就叫、哦、真的。我的天哪！然后说怎么了吗？那他超惊讶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装死啊！那个白兔，白兔也好听。回来了，白兔是哦，你说双胞胎吗？双胞胎，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来开始接歌喽。完了，这是老歌手。哎、欸，完了，我都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你可以先唱唱看。那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很凶啊！没有啦，我刚刚是一个疑问。那你知道什么？行啊，你懂什么、啊？唱出来，我瞬间变超老哎、欸。没关系啊，我们刚刚都已经讲一堆老的了，对不对？你可以唱啊啊！对对对对，丢你也是，对丢你也关、啊，嗯，对丢你也关、啊。好、哦欸、痛哦！对对对，怎么？是拿什么对？挺痛的呢，真的感觉很痛的。哎，不是以前对对对，真的是我们以前那时候国中，不是有那种什么童军童军宿营吗？嗯，然后我们还在那边表演扇子舞、欸，哎、啊，很猛、欸，真的，真的、啊、好酷哦！你记得怎么跳吗？不记得了，虽然那时候是我编的，可是我已经忘记了。哦，你编的？这是我跟吉的同学啊。哎、欸，你说这个就是不是毕业都会有什么毕业典礼啊什么的吗？然后就会要、嗯、要选说，我、哦、看你要表演什么东西这样。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是有两支舞蹈在选，嗯，就是他们两个女生刚好也是死对头。哦，然后就死对头在选，然后就后面那时候我刚好去厕所，所以我帮他们在选，就我回来以后老师跟我说，哎、欸，加油，剩你一个没选哦，现在大家是37票对37票，就差你一个，哦哦、还敢尿尿啊？关键时刻哎、欸！我刚老师说，老师我要回厕所了，拜拜。哎、欸，然后你知道那两个人一直看着我，然后那两个都是班上的大咖，你知道吗？死亡凝视，对，他们两个看着我，就差看我选谁了。他们两个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人气王，跟很多男生都很好，然后很多男生都喜欢。然后另一个是学霸王，就是成绩很好，然后也是跟班上很多人都很好。那两个人一起看着我，谁都不行啊！所以你最后选谁？最后我选我比较喜欢的那个。然后重点来了，我跟你讲，重点那个很多男生朋友的那个女生哭了。欸、你不选我，我以为上课也没有支持我。然后下课以后，三个男生跑来堵我，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选他？”堵你啊、哦！是赌还是赌？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赌吧，不要啦，赌啦，好啦，赌啦。我走出教室，他们就叫住我，哎、欸，酱油，你们说啊啊？他就说你为什么不选他？不是啊，啊他的舞就很蠢啊，我就很记得他的舞，他的舞就是五个人在前面跳舞，然后后面的人在群魔乱舞。群魔乱舞，你怎么说边的舞是群魔乱舞？就选另一个，我觉得太蠢了。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不选他？”然后女生在那边哭，说：“不要了，不要怪他。”我的天哪、啊，他是不是？天哪、啊，他是不是跟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对啊，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你认识谁呀、啊？你知道，我觉得那女生超，我觉得她超北蓝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就是以前，就是我有一次出车祸，嗯，然后那次出车祸不是很严重，我就是脸一边骨头好像是就是有点裂掉还怎么样的，还不严重，听起来反应不严重，还不严重的，你的脸裂开，不严重啊。哦，没有，因为只有裂痕的话就还好。对啊，医生说卖还乐啦，还会长回来啦。你是寄生兽。然后那时候我脸就肿超大包，然后超大包的时候，我就在休息到擦烧包，休息到那个快好了回去以后，那女生就看着我，她就这样上下打量我，我想说她是在看三小，她就突然跟我说：“你看起来也没有很严重嘛。”你这是不是听他讲说没有严重，他觉得没有很严重啊？他就跟我说：“你看起来没有很严重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废话，月经杯已经好了。”哇，你很凶哎、欸！你可以好好，可以就哭了。哈哈哈哈哈！加油！
凶了，我真的很好哭，因为他还一直哭，真的是不知道在哭什么。哎呀，酱油凶我，我只是关心他，他都这样凶我，你们很过分啊！你们看，我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哎、欸，可是我觉得那女生就是喜欢，我也不意外的原因是因为，记得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然后前面是那个女生，然后就她被另一个人撞到的样子。他居然坐倒在地板呢！你是说就是我想象的那一种？不行，太好笑了！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咬吐司的？然后砰砰砰砰，然后女生整个飞出去，然后坐在地上，好痛哦的那种。他真的是被撞，你讲。没事，你继续。他跟人家撞一下啊，啊，另一个人没有倒，他就要倒在地上，然后就是手扶在那边，啊，好痛，好痛， okay. 然后弹起来了。然后我当下就是哇演技精神，演技精神。对，我看那个人也傻眼了，哦，然后那个人还伸手拉他这样。嗯，哎呦，他不是那种直接插在墙壁上，然后露半个屁股在外面这样子。哎，你哦，卡通不是这样吗？就是入榜，然后就是哪个卡通？你是看什么卡通？哪一个卡通？那个卡通吗？卡通，我没有在开车，你们乱开车。没有，我们没有卡通。你开车啊？你怎么了？没看过这个卡通。我没有。我问一下什么卡通？我们想去看嘛？哪一个？你为什么要这么夸张？我们不相信你是乱开车的人。对啊，我们好奇吗？我要帮你平反吗？对啊，你现在只要解释一下就好喽。哦，就是卡通嘛。我好难。哎、欸，他其实酱油，你那个女生她是在送那个吧，送饮料的吧，对不对？他今天送的是什么茶呢？今晚我想来点。今晚。今晚想来点，喝到杯不茶。今晚想来点，笑死！命出来，想想想，命出来。想想想，以前而且哦，顺带一提，那时候我国小，国小就这样哦，好强哦。那时候我国小，这是从小养成，真的是从小养成计划哎，我的天哪！是的。我现在想想我的国小班级也是挺可怕的，那时候我记得是三大四异吧，三大四异，魏蜀吴吗？三大四异，我跟你讲，三分天下。其实应该是四大四异，但有一大四异的女生比较楚可怜，所以大家没把她算成四异。哎、欸、哎、欸，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班总共几个女生？我们班好像那时候我们班好像十几个吧，然后十几个分四例、欸、四个四例、欸、好像十九个女生，然后那个男生好像二十几个。我刚刚说三十七个长、不对，十七加十七，三十五个人。十七加十七，然后再加你自己嘛？哦，加自己哦，没事。我叫十七加十七，不三十四吗？哦，对不起，因为我刚刚说成三十七个，三十七比三十七嘛，讲错了，是十七比十七，然后差我一个。三我们不能笑哦！不能笑，不要逼我们笑。好热哦！不行了！哎呦，哎呦，哎，我忘记要讲什么啦！你们这群……哦，我们又怎么了？哦。什么？我们只是笑而已，都说我们母汤。OK 啊，好酷哦！那连笑的权利都没有了。真的？我怎么想象中的那么冷啊？好奇妙哦！我 OK 啊，没误会你啊，怎么了？你想到什么了？重新讲一次没关系。对对，
那时候重新讲，重新讲，我要再听一次。十九个女生，然后里面有四大四力。太夸张了吧？对，有里面有一个女生，她长得特别可爱。就是从小时候就是特别可爱的那一种，所以很多男生很喜欢她，非常喜欢，所以就是另外三个女生都是好像不太敢对她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所以她就没有被算在四大四力里面，然后就变成三大四力。然后三大四力就是刚就有一个是刚刚那个说我看起来没有很严重的臭表的讨厌鬼讲出来了啦。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学霸。那再来一个，他比较特别，他是一半一半，他的成绩中间，然后可是喜欢他的男生是别班比较多，就是学长啊什么的，很多人喜欢他。哦，这个就是真正的在外面、哦、那个啊，怎么了？学长，又我了，完了，忘记学长的设定了。我在想，我东西要怎么摆、欸？学长，我很想问你，那女生魅力到底在哪里呢？学长，请回答。我没看过，我不知道。然后我觉得里面，然后接着他们就是会有点明争暗斗吧，就是有时候像体育课的时候，他们三个都会同一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感情其实没有很好，但是他们都会同一组。然后同一组以后，那时候因为以前小屁孩时代嘛，然后我就想说他们三个感情很好。然后是直到我要快毕业的时候啊，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才跟我说，你知道吗？其实他们三个感情非常的差哦啊，然后他们都演出来的就对了。对，你知道我以为他们感情很好，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体育课的时候哦，就是有一个跑，他们三个都有跑接力，然后他们另外两个就会加油。我觉得好像感情很好，而且他们都是去什么福利社厕所啊，都会相伴而行。哎、欸，你这个剧情根本就是在那种宫廷剧才会看到了，为什么你们小学就会做这种事啊？好可怕、啊！对啊，小学会啊。小学会哦，对啊，我小学的也是、那個。说说你的故事。我的那个是比较没有那么抓嘛，可是还是蛮那个的。嗯，就是我那时候是小时候，我算是就是很中立在班上的那种。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原本有四个女生很好。然后就班上有另外一群，就是比较小圈圈的女生这样。然后他们那时候里面就，比如说，就除了我之外，其他三个女生是 A、B、C 好了。然后其中那群女生很讨厌 A 跟 B， 然后他们就会故意来跟我跟 C 好，就是要把我们拉走，你知道吗？然后拉势力，拉势力。对对，就是要互拉势力，然后就把 C 拉去之后啊，然后就跟他很好，然后再来跟他讲说我们的坏话干嘛？殊不知 C 完全没有理他们，就跑来跟我们。对啊，就大概就是这种、啊，就是抢朋友哎、欸，太可怕了吧？啊、很多、啊，就是小时候超多的、啊。也是为了我跟你交朋友，只是为了不想让你跟他交朋友这样。对对对，他也不是要跟你好。只是要把势力巩固好，这样。对啊，对啊。哎、欸，真的是宫廷剧哎！我那时候还记得，那时候我有路过，那时候应该国中吧，然后路过一个位置的时候，就有听到他们在说：“哎、欸，你去跟他讲，我们争取他回来跟我做朋友。”哈，争取。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说：“哈。”他还要准许哦！我的天，你刚刚有说错吗？我那时候原句好像是有点忘了，太久了，好像是什么，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什么跟我做朋友。你责麦者，你责麦者了。我可以说啊，这么尊贵的吗？难怪我不能跟你做朋友。我不够格。又好急吗？又好急吗？我看你进进出出很多次哦。我真的听过那种就是给钱才能做朋友的。我就是啊，我现在就是啊，这样。你现在讲你缺朋友吗？好像不在我们班。我想到我朋友她男朋友之前说小国小就会用激将法，他就跟他同学说。你敢不敢给我50块啦？我敢啊！我就把50块给他。你好坏哦！然后他说他回家被妈妈打，你50块哪来的？啊、同学给我的啦。啊，我同学要给你。啊！我问他敢不
那就给我了啊。好有趣哦。再想想，国小生还挺聪明的。其实我那时候都是圈外人，就是只是看他们在那边，嗯，在那边斗。所以你是第一，你是完全没有私利的这样？没有啊，我就是我跟我另外两朋友就是完全中立。嗯，就是刚好他们好像也看不起我们吧，没有想拉我们的意思。对啊，小时候都这样。嗯，没有想拉我们的意思。我们国小就单纯很多哎、欸，没有那么多这种东西。好，我反而是国中比较多。知道吗？说来听听。国中没有啊，国中其实就也就是你们讲的那些，大概是那样啦，就是会拉，就我听到的就是会拉，有人会拉势力啊，然后集体讨厌一个人啊之类的这样。嗯、对啊，这种很有点像霸凌那样。对，有一点，其实有一点。对啊，不过那个时候我们班的那一个同学啦。他被比较多的人就是觉得怕怕，其实 有一部分，其实 以我们班那个朋友来讲的话，确实他有一些行为会让别人会觉得有点，嗯，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这样？因为像之前他就曾经看我大概看到两次吧，就是他拿圆规剔牙，哎呦，为什么？然后还拿铅笔那一边，对不对？没有，那一边太黑了吧？他是拿针的那边，然后那个他说真的假的，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等一下，妈妈是应该买个那个牙签给他。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吓到这样子，对吧、啊？交换礼物送牙签，不要送圆规吧？对啦，送圆规吧，两用哎、欸，可以啊，还可以，还可以那个什么两圆圈。啊、然后就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类似这种，就是可能比大家比较平常不会去做的事情，所以就比较尴尬一点那个时候。哦，对啊，就真没办法。大家拍啊啊！不过你要说我没有在牵扯到他们，可能有一些的势力范围之内，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下课的时候都会晃一圈看一下他们在干嘛，然后呢晃完之后就差不多上课了。人家说就是李长博吗？我是李长博，我是李长博啊！啊、就哎呦，你们在干嘛？哎呦，你们打起来了、啊！你们哎呦，打起来！再见，打，吃鸡点，吃鸡点啊！不过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怪物家长还挺多的耶。那时候我在骑脚踏车吧，你在一起上。然后因为那时候虽然家长也不好意思，但我后座的人实在太重了，所以我载他的时候我有点歪歪斜斜。然后结果就有人高速飙速骑过去哦，骑过去就算了，他还得退路回来，然后对着我侧说：“啊，是不会骑车你啦，是妈妈哦，是妈妈哦，还载那个小孩。”然后总是他那个后面后座那个人，我居然还认识。哈，嗯、然后我就看他一眼戳的看他妈，然后又看着我，这样两边看，然后他妈就侧我，都侧我说：“啊是。”啊是不会骑车的呀、啊，不会骑车就不会骑车啊！啊，就不要骑呀、啊！你在干嘛？然后因为就是其实就是我眼睛可能就是算是比较大一点点嘛，然后我那时候睁大眼看着他，我很忙啦，我不懂哦，我根本听不懂他在干嘛。他还跟我说瞪什么瞪呐、啊，啊是没瞪过你。他给你呛声呢，在干嘛？很委屈耶，我满头问号哎。然后正好是那个同学隔天来找我，叫我不要告他吗？告了啦，告了啦！比较怕、啊，对小孩，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还以为他要对我怎么样。哦、oh. ，然后后面我就再也不敢在那里骑单车了，一辈子阴影，真的是一辈子阴影、欸，真的很可怕，还倒退路来骂我、欸，很莫名其妙，很莫名其妙啊！他可能那天心情不好，那个来，可能那个吧，就骂人呢。那个来或是更年期，哦，那个很有可能是他玩牌一直输了，阿北，他都要输钱呢。就阿北跟团团玩啊，没有，跟团团玩，跟团玩。那团团最近在自摸，很夸张，什么东西啦？麻将，哎呀，麻将，干麻将？干嘛这样？干嘛这样？啊，
那个等一下礼物大家是不要公开的啊。OK 啊、嗯哦，完蛋了，礼物。我把礼物忘了。哎、欸，对呢，礼物呢？对，还有礼物。我真的没讲话，等一下大家忘记这件事了。不是因为，我这个感觉都不完，太大了。啊啊啊！中介箱是不是中介箱，这介夫和介夫。哦，介夫和介夫。放在中介箱里面交换礼物、啊，中介箱就给自己的礼物了。你们可以用个一般箱子吗？你要怎么跟别人交易？好耶！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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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基好帅，谢谢哈基。不是大家都知道吗？哦哦，哈基哦哦，天哪，好帅，好棒！你是被烫到哦！哦哦，哈基好厉害，好厉害，哈基！宝宝宝宝是夸赞法。箱子要蓝色呢？啊，不要吧，不是。啊、就是不染酱才这样才会不知道啊！对对对对，要啊！你染了？不是，我的棕怎么了？我的木炭好像拿去烧了。嗯、我的那个吃的炭好像拿去烧了。哇哇哦！你的腊肠，我的腊肠没了吧？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中秋无限烤肉。哎、欸，请问一下，那个腊肠可以换汤圆吗？好、哦，无限畅饮汤圆之类的，虾米啊？这次就没汤圆哦。对啊，汤圆，汤圆。这么想吃汤圆？哎、欸，汤圆真的好吃。可以去找摸口。嗯，可是我比较喜欢吃有包馅的。哎呦，我喜欢吃芝麻馅。嗯，我其实都喜欢的。哦，你喜欢咸的啦。我喜欢咸的。不喜欢甜的。甜的。我喜欢甜的。甜的。喜欢甜的。今天吃一颗我就觉得好了，够了。不要了，太多了。好了，太多了。我那时候吃汤圆被骗吃一颗长一岁。有啊，你那时候你刚刚讲了，刚刚讲过。我讲过了。没有，这是三眼降一，断了，眼睛长一。哦，我眼睛好大哦，怎么还在身上啊？对不起，吓死我了。我被 DC 霸凌。我跟你讲，我刚刚也被 DC 自主隔离，所以我刚刚进去的、啊，我已经被隔离三次了，别说了。哦，真的假的？真的、哦。哇，那我的 DC 很乖，我都没有被隔离。乖，等一下就不乖了。完了，完蛋了。好了，杰克，嘿，你的回合。又我的回合了吗？今天比较晚 Q 你啊，啊现在已经9:26了，怎么突然又我的回合了？现在是你的回合。我只知道我现在我的圣诞树看起来像比较暴毙。我觉得我干脆把那个树根直接把它换成一个碗好了。哇，就大家都在盖圣诞树呢。对啊，那想不到还能盖什么了呀？可以盖麋鹿啊。迷路怎么盖啊？我会盖一个迷宫。我要那个烂迷路。那这样你去把你家后面那个改一下就可以了。改一下就变了。水哦。我要把我家入口改掉，然后改从后面来，从后面走。呛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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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哎、欸，怎么了？话题哦，等一下哦，冬至、欸。对，你们吃过炸汤圆吗？有啊，有啊，对。炸汤圆是不是只有在那个喜宴才吃得到、啊？喜宴比较多啦，比较多。通常喜宴前菜都会蛮常出这一道的。嗯，对。哦，因为后来意思是自己去查，通常就走做法跟喜宴，做法。就是怎么做炸汤圆、啊？之前点的盐酥鸡有哎、欸，有啊，盐酥鸡也有啊，有盐酥鸡都蛮多都有的哦。做汤圆还要先施法，要先做法一下，天灵灵，地灵灵，天下的汤圆我最行。然后后面再补一句，那个什么什么叉叉叉叉叉，快点来之类的。汤圆，我的话题完全直接结束了、欸，哎，睡啦，睡啦，一下就结束了，怎么？我想一下，什么？杰克的话题，你的话题，我没话题了，等你的话题，想办法。
你在唱什么歌？天籁啊，天籁，太好听了吧！等下，你在说你自己唱，刚刚唱是天籁吗？是吗？哦、没有啦，我唱的很难听。哦，不是啦，天籁，杰克唱歌天籁。搞屁！哎，不然杰克，你没话题的话，你就唱歌啊！现在不要。唱歌跟话题，你选一个。想话题。他现在就在想话题哦，不要逼他，你不要逼他。我最近发生什么事？对，你都有去学校，应该事情很多才对啊。没有，你知道我现在去学校是两天，你知道吗？我这礼拜二跟礼拜三两天还是有、啊，还是有事情啊。你还是有出门啊？对啊，你还是会可能朋友做有一些人做什么八七的事情，或是你在旁边看到什么八七的事情之类的、啊，路上看到三宝之类的、啊。对啊，我只知道我今天被那个水沟盖滑到而已。哇，蛮有趣的啦、啊，好像蛮有趣的啊！我的天哪、啊，太倒了、欸！那个三十滑倒过程哦，我可以说一下吗？为什么要相信滑倒过程？就只知道转弯，然后就一个水沟盖，然后就顾了一下。说滑倒，之后我家附近啊，就是有我回家的某一条路，它那边有就是一间小庙，然后都会有那个，就是应该是那边有在那个喂小猫。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应该是没讲过吧？没有。就是你知道那个猫都每次很过分，它猫中午不在睡觉嘛？嗯，然后下午通常会比较有精神。我每次就是下午要回家的时候走那一条，他们每一只都像刺客猫猫，刺客猫猫，我骑过去它就跳出来，哦天哪，然后你懂我紧急刹车，然后就会滑到，哦，我想说，哎，他是不是想要我，就是我撞他，然后说，哦，你要养我，你撞到我了，哦，你撞到我了，你要把我带回家，要把我养了。原来是碰瓷的部分、啊你知道我已经遇到两三次了，都一样状况哦。就是下午的时候骑哪一条，就会猫咪跳出来。那你一定是要经过那条吗？还是不一定啊？是不一定要骑那条，所以我后来下午都不敢骑那条了。姐姐猫碰瓷猫猫，很可怕耶、欸！他每次都就是原本都坐在那边洗脸哦，啊，洗到做完就是有听到车震，然后就突然走出来了。他想要跟你玩、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呦，是四组哦，是家的味道。又是哪个傻逼醒过来了？来，我看看，来，让我瞧瞧，让我瞧瞧，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主子。啊、快走，快走，我到。哎，我觉得这个不错，来，我先跳，各位兄弟们，我先走伙伴们，我跳了，你们等一下，然后跟上。对，没有，然后就上次就、大哥，上次你失败了，这次换我来吧，换我跳干嘛？换我跳，换我跳。真的觉得猫咪很强哎、欸，很烦。哦，你是猫猫烦。那请问他突然跳出来，不会吓死吗？等一下，就有人把薯条放在脸上。不会啊。哦，爱露哦，我爱露哦，爱露哦，又要干爱露屁事，爱露，哦，礼物啊，丢好的哈，那个弄好的，你就我们上面那个天台这边有一个漏斗，丢进去里面，好，自己放个告示牌，说你旁边你丢了，嗯，好，啊，要注明吗？注一下啊，不然自己有没有丢，我自己都忘记了。我看看要丢什么啊！哎，你有染色吗？哈基，我要放我最珍贵的东西。不要染色，不要染色吧！故意让大家不知道谁是谁。好的。啊，其实要染也可以啦，因为我们到时候抽是抽，就是因为我先丢进去嘛。那到时候里面的那个箱子，就是到时候用抽顺序，因为到时候里面可能会有八份礼物，那就写1到8的号码。嗯，然后就是依照那个号码去拿那个开箱子里面的程序。啊、哦，哇、嗯，送什么啊？要送什么呀？送我的头颅好了。哇，没人想要。拿到直接丢垃圾桶，然后就只拿那个箱子，有没有？箱子比较有用。好、啊，拿到自己的就自己拿了哈，这个就好。哎、欸，下礼对下礼拜其实圣诞节就过了啊。对呀、啊，对呀、啊，礼拜五圣诞节没关系，明年用得到。
明年用得到是不是？说到我家忘了圣诞节，我对面像万圣节呢。哇塞，万圣节哪里？哦，那个蜘蛛嘛。那你在说什么？蜘蛛嘛？对的。对啊，真的。那节日还没到啦。他可能还在时空旅人一下。不要急。还在床上睡。可能等一下那个到时候那个什么，到时候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过圣诞节了。晚一点，晚一点，晚一点而已啦。他是有点暴聘吗？逮就不啊。他这个，他这个刮胡有跟老爷爷有得比，要反刮。哎呦，是不是又没话题？我让我想一下。哎呦，又掉下来了！哇，杰克，你进步了，你现在变主动了，我的天哪！因为现在没有，我不能推拖推给谁了，我只好自己想了。加油，我们看好你哟！我快看好，我不看好自己了。不会，我们永远相信你自己。对，相信你自己，只要有信心。你好久没讲这句话了、哦，真的吗？真的。最近都在卖梦想，已经卖一阵子了。卖梦想吗？买梦想，梦想你值得拥有。要送什么呀？我挑了很实用的东西。哇塞！哇塞！哇塞！啊，对耶！对耶！大部分。对耶！完蛋了，时间差不多了，先打个副本再说。我要送什么啊？送什么呢？这个应该很好啦，送这个好了。噼里啪啦碰，收到这个礼物应该会很喜欢。阿鲁不喜欢的话，喜欢还是他喜欢？没有，他一定会喜欢。但是我要让他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嗯，这个响亮的名称呢，要叫什么呢？慢慢想哈，加油！好，我去拿南瓜头帮对面布置一下，拉更万岁一点一点。哇，你家好棒哦，很棒呢，很棒，很棒哦。不知道要送什么，可恶！可恶！结果你把你那一箱拿去送，有没有？也抽到了，我要、欸。那个是我觉得最想抽到的礼物、欸，最大奖哎、欸！没有那匪事啊啊！小气鬼！小气鬼啊！我把它送掉的话，以后你就一颗都没了。什么叫我一颗都没有？我拿不到。没关系，一颗都没有，但是我拿到很多了。哎、欸，我发现我这棵树的叶子会卡到卡到泱泱家、欸，哎，你把它穿过去啊！不行，你别穿进去。哎、欸，你再把它家改造一下，让它回来有个 surprise。你这个树也太圆了吧，远远看有点、啊、有点丑，有点不好看。我就想说，下面感觉要。更长、哎、一个曲度更长一点，树叶要再多一点吧，对啊、嗯、我觉得我不够，你知道好像那个、哦、就是有一 个有一个日本的巧克力然后长得像蘑菇的那个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哦欸、那个有被分派系、欸哦真的啊、先吃的跟直接吃那个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是竹子的还是香菇的吧，竹笋、啊、香菇，对，竹笋跟香菇、啊、我记得两派吵得很凶。假的，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差别在哪里，老实说什么东西啊，竹笋不是长没差吧，那个对啊，我自己是觉得没差你知道吗，到底是竹笋还是香菇？就是哪一个才是好吃的？这样是炒是竹笋的，是没看过竹笋长什么样子。是哎呦！嗯嗯，噗噗噗噗，竟然没掉东西，可恶！可恶！
可恶，我真的想不出话题。可恶，可恶，可恶，想不出话题。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啊？可恶！要不要交换什么有趣的啊？交换礼物啊！今天的队友现在就是去买交换礼物。你说的那个谁啊？那个实况主啊？哦，对哈。哦，对，就是。Q Q。你为什么欲言又止？哦，他那个真的是欲言又止。哦，哇，108耶！哇！耶，下一位。下面一位。下一位，等一下，这是哪里？你是谁？我怎么在这里？哎、欸，阿纪，哎、欸，我在礼物盒里。我看一下，你怎么在礼物盒？我要 TP 我 TP 我 TP 我。这里是哪里？那你让我卡住了先。啊，白痴！我不说 TP 我吗？你怎么老踢他？啊，我错了！你怎么在这里？你是爬烟囱爬失败啦、啊！你把那个漏斗放旁边侧面。我最近吃比较好啦，卡住了。哎呦！哎呦！我没有把我没有把自己当圣诞礼物啦，想太多啊！把自己包起来，哇，夜夜礼物，哇，哇哦，哇哦，是不是很多人想要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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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的月月都放在那里了。对呀、啊，我把它放在礼物盒里面喽，开始了大月月时代。哎呦，送我现在发现挑礼物真是很困难的事。真的，礼物超难挑的。嗯，是啊，不知道要给什么。把给的让他被揍，给的好又好像很亏。我就宁愿给好一点。你给他的签名照啊。没这么自恋。说到交换礼物，之前高中有就是班上的交换礼物，真的是拿好东西换了一个，我不知道那算烂不烂吧，但是我觉得他蛮烂的啦。什么？说什么？我那时候就是我是拿那种保温瓶，就拿去送，嗯啊，然后我让我换到什么吗？换那个玩具，嗯，然后让你们猜猜什么玩具好了。什么玩具？对，玩具很大吗？不是不是，很大吗？它很长，很长，很长啊！男生用男女生用的，男女生都是。那是个玩具，不是？男生是啊，这个不是洋娃娃，有没有洋娃娃我也收过，很长的玩具。然后你知道我之前还收过芭比娃娃套组。嗯、哇，很赞哎、欸，很适合哎、欸。可是那个我后面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应该是清理掉了，很久之前。驱寒吗？那你是好像古中的事了。好、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高中的事情。嗯，哎、嗯，很长，很长的玩具。要我们猜哦。我讲，我觉得我姐等下再加一个会很奇怪，它是塑胶的。不行，真的是越讲越奇怪，越来越怪了。武士刀哦？没有没有没有。那种综艺节目的软棒吗？哦，那你说那个会打人那个的吗？蛮像的，但是它其实是那个塑胶棒球组啊，那是什么鬼啊？蛮会形容的吧？对啊，没错吧？那是塑胶又长啊，没错吧？你是不是故意这样形容的？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故意。天哪，这个我的天！那你们有收过什么其他的交换礼物、哦？我有收过一个最扯的，应该不是我不是我收好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好，最扯那种，你知道打开来它是一个鞋盒，嗯，然后真的打开来里面是一包米加一个10块钱和一个发票。一包米还行吧，米一包米而已，就是生米，没有要需要煮的那种米，然后就还付发票，还付一个10块钱，多大包的米啊？多大包？就是我们去之前去顶好会买的那一包这样子，那也100多块，还行啊，也还不错吧，可以至少可以吃。虽然那个时候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我要怎么弄，我不会弄。对，顶好拿到好重哦，看起来好棒，拿起来米啊米，你不觉得很那个吗？
啊，那我之前是送了一整袋的抽取式卫生纸、欸，哎，我觉得是很棒、欸，哎、哦，可是我觉得它算是实用的啊。就是我现在我拿到就是教你如何卫生纸，我会觉得很开心。这小子是马上可以用的，那现在、啊。对啊，就是至少不会浪费啊。那你们觉得什么最雷？他记得你上次不是收两，那么送两箱维力炸酱面吗？欸、我记得是两箱，我觉得不行。没有，我是一半不一样，一半那个另一种的啊。很久以前我们红石口袋的交换礼物，他是好像我的礼物最大包，哦、超大的，超大包的。然后打开了，一堆泡面。我记得我以前收过，好像是就是忘记那时候好像流行什么，好像是忘记是 PS 几，然后他就是给盒子，然后 盒子里面打开只有一支铅笔。太坏了、哦，好过分，这很过分哎、欸！就跟现在很多那边假买 iPhone， 然后里面放一堆烂东西一样啊！好过分！而且最欠是他这么大盒子，他居然给我一支笔。对啊，好扯、嗯。最烂的哦，最烂的其实都还好哎、欸，我个人是觉得都还好。说到这个礼物，最近在那个 FB 有看到有人把那个一个盆子，然后一个你说电风扇吗？对，电风扇，一个盆子，一个长棍的东西，跟一个那什么、啊、本机，就是手持的那种小本机，绑在一起，然后包起来，看起来像荧幕。对，就是、不是看起来像荧幕，超过分。收到应该会气死、哦、有人有讲啊，照片框架哦，那真的是蛮没用的、哦、就真的就普普、啊、现在用不到啦，可是如果是以前的话就是 还会印一些照片可能就还有用，现在拿到、嗯、现在就除非是你可能有特别去印啊，除非对啊、嗯、可是很少很少、嗯、不多，以前的照片 框架等于现在的手机壳吧，嗯，类似的概念、类似的，可是还是不太一样哦、对，然后去确认白机哟，哈，没有确认我任务还剩什么？哦，对，对就是说刚刚不是说框什么相框还是什么照片框架？哦、照片框就是像是通常我们还是会拍照嘛，对啊，那你们会把它洗出，就是会洗出来吗？还是就不会？现在不会，不会。你知道现在那个相片馆、啊，他都直接主打说，就是把什么。把像什么电子档啊，可能就会损毁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你把它洗出来，它永远都在。我说、嗯、这不一样吧？可是会旧化啊。对啊，没有，现在的可能都是要那种吧，有些人要特别要布置或是干嘛的才印出来。嗯，或者是可能这一张照片独具意义，想要纪念的那种，除非吧，感觉。才会有可能有人会想要去洗，不然应该比较少。我看很多人都直接买拍立得哦。对啊，现在更多是直接拍立得拍出来，很快啊。嗯，对啊，就我觉得拍立得超贵的，真的，一张就一张好像就多少钱啊？嗯，拍立得的相片超贵钱。嗯，但我想要很多 coser 会卖啊。对啦，所以我认识一对情侣，他就是有买女方有买拍立得，然后他说他上次绝对不会让男方拿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给男方拿到等于浪费一张相片。他没拍好。不会拍，说每次给他拍、哦这个哦、拍以后都把他160拍的像130。哈哈，差太多。越来越矮是不是？越拍越矮。矮矮的比较可爱啊。哦，你就是男生喜欢矮矮胖胖的，用照片在提示你啊，你太高了哦。不是、啊，你说矮矮的比较可爱，可是他的矮是像是你拿 Photoshop 然后把他那个飞得直接拉大屁股那种哎。完了，怎么了？你要死了？血太厚了。完了，你挑多少血？16倍，两分钟。哦，那两分钟有点短，不够。跳跳跳！现在又晚上，蜘蛛会主动。对。我在看团团树，团团树什么？我们收到花会觉得很，要看是礼物拿到花，它会烂掉哎、欸。什么情况？就你会觉得很麻烦吗？像我就会觉得是很麻烦，是会有点麻烦啦。但是就还是觉得说啊，毕竟人家的心意嘛。好啦好啦，感谢一下这样。但是真的会蛮麻烦的。对啊，因为你摆在那边，你也不知道到底拿回家之后多久要把它丢掉这件事情。可是现在好像有流行，不是送那什么干燥花还是什么？哦，干燥花。我以为是送东坡肉。为什么？东坡肉？
是说你宁愿不要送花，送一个东坡肉。啊，送东坡肉。好好好。你说那个好味小区那个吗？完蛋啦，叶子哥，45秒。来得及了，好像来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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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秒，47秒。要不要帮你倒数一下？不用，他压力很大。你要 boss 先打一打。走啊！哇哦！好像可以，可以。嗯，行的，压底线哦，蛋牛，你最棒，你最棒，你最棒，只要有信心，有的是我啦，10秒，是10秒，有了8秒成功了，你做到了，你做到，是个成功的哈基，要死了，成功的哈基，我要死了，我要过去，不要，怎么那么痛？战牛打我好痛啊！是我吧？战牛啦，战牛不是酱油啦。阿纪猪装，猪装，对，礼物还没投的记得赶快投哦。好啊，我还没。好，真棒！我的礼物箱看起来都是红色羊毛。礼物箱超丰盛哦。丢漏斗啊？对，要丢，对，等一下丢到我的财产就不对了。那也是很棒耶，也是很棒的礼物啊！不要不要，赞，丢错是拿不回来的哦，目前。耳朵那个发射器已锁上啊，完蛋，已上锁。马克杯，哎、欸，其实我蛮喜欢收到马克杯的，因为好用啊。对啊，就是至少它不管怎样都不会是一个废物啊。对啊。啊，是。可是你收到很多个不会很困扰吗？对啊，不会啊，这样我可以喝完饮料放着，我可以先不用。而且杯子没有啊，杯子很多个可以留着客人的。马克杯可以提神的，你摔破它就可以提神了。摔破它提神的。贾宇，我爱血池，我先。好，来。做什么一个排行榜最雷排行榜？我看到马克杯第一名哎、欸。对 啊, 啊，我知道，很难，就跟娃娃牌很前面一样。可是说娃娃，我也是觉得还好，因为可以爆。可是要看那娃娃丑不丑啊，如果很丑的话就算了。嗯，你有时间限制哦、欸我超讨厌收到娃娃哎、欸，我有一个0.6的。啊，那你也塞没？那完蛋了，那完蛋了。应该吧，娃娃完全。你是买娃娃你买马克杯吗？你是马克杯还是娃娃？娃娃吗？刚刚马克杯的时候，他自己说是第一名，那看来就是娃娃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收到吃的我会比较高兴。你就是喜欢吃东西。可是吃的也要看他、啊，他如果送你不能吃的东西，那也是没有用。对啊，这个真的就是要看他怎么会不会送到你不行的。送那个地狱辣椒吃的。没办法吃，因为他送到娃娃的话，要看娃娃、啊。像如果他不是送那种什么，像是可以抱那种大型枕头娃娃，而是那种就是小吊式的，我就还好。对，如果是那种大娃娃，其实我觉得挺恐怖的，因为我没有受娃娃情绪，而且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看我，好可怕、喔。那如果是那种。对啊，算了，讲出来我觉得就是对，你是送的，你是先来询问一下我们的，私下问好了，不是因为我觉得娃娃就是太看个人了，嗯，好，太看个人的兴趣了，就是如果比如说你知道他特别喜欢某一个什么某一个卡通人物或干嘛，你就送的，那就可能就还好，你就送那个黄牌给他，就抑制住跟抑制住。之类的，一只猪跟一只猪、欸。我家有一只猪抱着呢，超可爱哦、喔。而且你看双标，双标。找不到它的眼睛在哪？我觉得真是超棒的。重点是找不到眼睛。眼睛的部分吗？因为它戴头套、啊，不知道眼睛在看哪，所以没事、啊。好好。而且我很白目，然后那抱枕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想要把他头套摘下来看一下，就我发现不能摘了他就秃头了。他没有头发、啊。你以为他还有加内衬的东西吗？并没有，并没有。他拍了就秃头。可以了，还是很可爱的、啊。不过我觉得送吃的比较方便，是因为我可以拆完吃完以后，然后就把它丢了，不会造成我家空间上的困扰。
不用怕，不用怕下一次人家来看说你这个包礼物丢了。对啊，吃完就没事了。包包版的，包包版的，包包版的。我可以代劳啦，如果你没事没事，如果你没关系的话，如果你没关系的话。欸、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声音讲话？我的发，什么声音？我刚弟弟刚才掉了一地，为什么？很不习惯，给杯。第二那杯谁？好了，是啊，我刚好像正常说话啊，没有有吗？有没有？并没有。你要不要剪出来这一段？我都炸毛了，你知道吗？我都炸毛了。猫猫咪生气啊、哦！我都炸毛了，都炸毛。啊！抢劫啊！有人抢劫啊！你看，我这就是散步到一半，然后那个捡到钱，没有，你那个就是前阵子有人那个实况开到一半，手机被歹徒抢走的样子，被抢走，你看那好像马上被抓了哎、欸，哦对啊，好像当天快的，点后来就被抓了，嗯。天哪！我接不下，一挖跳到墙，走过去直接把剪走。而且是挖的那一刻，他刚好路过，超好笑。全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哦。没想到吗？想不到呗。是不是速度都没人用，打到唱片全部都是速度啊？那唱速度很难用啊。对啊。速度很难打、欸、我刚下去打了七个唱片，有五个都是速度，哦，速度加那种，太多了吧？没办法，只要快起来打很难打、欸、嗯，想想哈基之前，其实我设定错，我当初我是设计写的是那个加速度才是乘以几倍，嗯，要改吗？哦，我改直接是那个不小心弄成是血量才是那个几倍，哦，原来都这样子，就这样子。就让我们赚，对，赚整个礼物，礼物，看一下啊。团团的这一棵圣诞树是像那刚搬来插在地上，还没弄完啦。我下次，我下次补弄完，还没弄完。你先种树啊，先种好。嗯，对，然后就弄，就全部搞好之后呢，就已经都要新年了，都要新年。还是你要开放大家帮你装饰？没有啊，还是你说新年要挂鞭炮，我帮你不挂天梯好不好？炸掉！好可怕！我觉得这是旷那个旷年当天，我们应该开一下轻松生存，然后帮你把那棵树炸了。不用，说不定不用我们炸，哪天打雷打到就炸了。天哪！哎、欸，我突然想到，祭符的东西放进去，不是纸上去就会看到那个吗？就看到是送什么，所以那没差嘛，对不对？我前面都全部放那个红色羊毛，红色羊毛，所以我才用漏斗。哦，对哦，前面放羊毛就不知道里面内容物是什么。没有，因为你们不会看到，你们滑鼠不会移到的，不会去弄到的。哦，之后一定不会移到，就对了，是不是？对对对对对。那我要丢进去。我的是超实用组合。我的是超强组合，我是超精致组合。我的不敢说我的很精致，但是很实用。我的也是超实用，大家一定会用到。对，我的对，送钱吗？送钱？我都不知道送什么，送红包好了。你是说什么交换礼物，然后限定200块，然后包一个200块红包给你？你不会亏，你不会亏。哎、欸，说到我也是很开心。我要钱，给我钱。给钱啊！可是如果收到钱，我也觉得很没诚意。我也是觉得就都已经要交换东西了。好，那可以买一张就是100块的悠悠卡，然后存100块进去吗？啊，如果悠悠卡的图案是有特别的，我觉得会不错啊。对，请勿转售这样子。请勿转售，我此为正品。对，此为正品，请勿转售。然后里面还只存了100块，有没有？超过分，怎么少100？可恶！他们有些人说这个看起来不像的，是没看过真正像蘑菇的圣诞树。我看过比这更圆的，也是很有很圆的那种。对啊，也有更圆的、啊。这是蘑菇，就蘑菇啊。对啊，还没，我已经努力想说这边要拉长了，来不及了。嗯，我们边帮你放粉色。好，打完了，还有人打吗？
没有，好像也来不及了。不然我打一下好了，我赚个十颗我也快乐啊。我把 buff 关掉，没事，啊、观众大家都最会盖了 ，OK 的。来，可以，可以关 buff 的地方。不是，我进来捡了就六次啊，上一个人，好开没有？哎、欸，那上你要问上一个人啊，上一个人，上一个人，这个跳哦，酱油跳起来，酱油跳起来，跳起来，跳，跳，跳 ，I jump。其实我什么都没放，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轻而易举的。你好像会死，我还是放回来好了。等下，别放回去了。哆来咪，是不是要死了？哆来咪，收。皮皮卡皮皮啦啦，波波变大，捡到两个音架。哈，你说什么？波波音啊，贝贝鲁多。你刚刚是在偷偷开车吗？你刚刚是偷开车哦。你刚是变大？什么变大？变小，变小。变小，嗯，什么东西变小？你超强的啊！那个，这叫还有什么副本 boss 变小？哦，激素它就变小了。小野，我舍不得打你，拜。你不要打，不要打。哎，不是，我要乱给我肉送，我要乱给我肉送。你丢吧，这是我给下一个人的礼物。经常好爱他，这是我给下一个人的礼物。气神哦。那谁酱油啊？啊，对，我忘记打了。刚那我也放一下，等一下哦。放哎，这样就是不偷牌子，是不是？我的天哪！不是、啊，我看我现在身上什么木头就用什么。来、啊，这给你，这给你。哎，你为什么用僵尸？僵尸木、啊欸、可以按的，因为我身上就这个、啊。我知道你只要我这个、啊，我跟师傅这个就是很不合的。那你至少打对称呢？吐司，我上次点了那个什么呀？那个一个巧克力吐司，就他来了以后变奶酥吐司，然后满头问号，我就打去跟他说我点的是巧克力，他说哦不好意思，那我做错了，下次我会注意补偿。我说好，然后下次我点草莓吐司，他给我巧克力吐司，他说要补偿我了。小雨第一次中，他就全部拿没中。小雨全拿走了，没关系，没有中过奖哎。你真的太可怜了，虽然你是叛徒，但我还是觉得你不用分了。他那个是小徒，他那个是小奖就算了吧。对啊，小奖哎，耶，放毒。哇，小雨中了，请问另外两个你们什么时候？哇塞，你不要太嘴哦。被杀了他，杀了他。今年不会中了啦，我是这样觉得我。哦，今年哦，今年下一次而已啦，今年还有一次而已啊。哎，请问没有加码开奖吗？就是因为那个新年。你说年终加码吗？对啊。好的，说这个，我们下一拜就是年终啦，会有一些活动啦。好嘞。好喂，这车子要坐跑车啊？跑车？就是你们刚刚讲什么？刚刚你凸钱好吧？你凸钱，就是我们下礼拜有活动，就是那个尾牙啦啊、哦，尾牙哦，尾牙啦，可哦。好了，回去。酱油说要捐跑车啦，好喂，捐跑车。所以礼物是在楼下抽吗？礼物没有，这是下礼抽。下一次哦，礼物是下次抽哦，我以为是现在就要抽，没有吧？那如果下一次有人多来的，那礼物怎么办？少一个？没有啊，他有丢进去的，就有啊，没丢就没有啊。那今天就到这边啦，期待明下礼拜的活动啊，就是啦，就是啦。对，垃圾这个没丢掉，每次我做完都会有单可以捡。啊！我布置什么鬼东西？我以为是他们要来参观之类的，害我布置，想那就不布置啦，对不对？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这个。
像可以啦，再看一下哦。隔板，这是什么鬼东西啦？对呢，死酱油包怎么弄的？那、啊、下礼拜再来搞。结尾，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在那边这边。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冬至快乐，拜拜！大家晚安。